点英雄，准备战斗。 当心脚下，我们闯进别人的地盘了。 这是什么？一切小心，离那些激光远一点。 过来了，我来策应，行动吧，用电台联系，尽量利用上层空间，爬上车顶可以避开那些激光。 推开那个垃圾箱，就能离开这片区域了。我们这就跟上。
速战速决，别被缠上。血，有血，血血喷火焰。才是真正的秩序，你们才是一群疯子。准备好了吗？狂欢开始！进入商场，快！不管如何，穿过这栋楼就是希望广场了。小心行动，注意拐角。一起找钥匙。这该死的锁根本撬不开，我去找找柜台后面。嘿，我想我找到了，试试这个。想起 Sarah 了，没什么。这些子弹也拿着，把弹夹装满。那个玩偶，我妹妹也有一只。
吃，小心。伤口很细碎，遍布全身，不是牙齿或指甲造成的。肌肉还没松弛，刚刚死去不久。似乎像是被水母蛰伤的痕迹。没时间。小丑帮的死状非常奇怪，他们身上有类似水母蛰痕的一道道伤口，不清楚是被什么杀死的。叔，你们的人在哪儿？都逃可以。嘿，我们可以先审问他。他已经疯了。无线电联系，你们小心。这里。明白。我已抵达聚集点，让我看看你们会不会受到热烈欢迎。一个小丑帮据点，八个武装人员。拾荒者，老天，他们要做什么？啊！
总算清静了。维纳斯大厦的入口就在二楼，我们从那里进去。我们必须想办法恢复大厦的电源才行。你们可以从右侧的梯子爬上去。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启，我来试试看。我们走吧。